多了，80多嘛，没事，把那肉都拿出来，来倒一点掉，把米倒到那个，对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太多倒了，再把肉都放回去。没事，继续加，加到70为止。现在早上呢，对，好了，可以用手搞了，慢点了，抖，拍子拍拍就行了，对，对。杯子不要碰那个漏斗，或者压力重了，哎，对。76啊，76，这是 72 啊，72.9嘛，过来，再高一点，手放松，好了，你看78了，现在都已经，等一下啊，好了，再抓一点进去就行了。好，可以了，75.8跟76可以的。好了，可以了，肉都拿下来。好，下一个吧。先把杯瓶子放进去，再去连。你看你现在的一个数字，看到没有？对，等到这个数字稳定了没有？好，去连。好，对，好了，可以，再转明白。